记的泪染那枕上书，几许韶华将心辜负，三千情意似付不住，散落纸上更添辛苦。记的泪染那枕上书，几许恩伤如一次负，最怕高声闹冲突，和泪最令人假酒吗？头怎么这么疼？不知道文景站怎么样？娘，景站择日娶妻，便带他一同去看你。大丈夫就应该负起责任来，既然有了肌肤之亲，便应该负责到底。哎，那你到底喜不喜欢童子福啊？也是有点喜欢吧。谁在外面？起挺早啊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，昨天咱俩是不是喝了假酒？我头痛了一晚上，昨天的事情都记不清了。你一点都不记得了？解释完我不是案子以后，其他事情我就不记得了。后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娘，孩儿觉得如此下婚书有些草率，还是再观察些试试。哎呀，问你话呢，你转什么圈呀？昨天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我们就是讨论了一下书法技巧的事情。你这是什么？是书法用的字帖吗？对，就是练习书法所用的字帖。哦，哎，那给我看看，我正好也学习一下。不行，等我学会了再看。小气，我要想办法出其不意的抢过来。哎，还给我！不好意思啊，没注意。你这字帖的字也太丑了吧？你确定拿这个练字啊？又不是你写的，你生什么气啊？这字着实太丑，要不夫人呢、啊、我知道你爱字画，但我们文家的家底也经不起这般的消耗啊，往后啊你还是节制点吧。老爷，你这是怪妾身花钱大手大脚啊。不，这老爷，张捕头来了。啊，张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王老爷，下官有一事要问。赵卓前几日是不是在您这儿拿走一幅芙蓉锦鸡图？确有此事。当时赵大师还对那幅画颇为喜爱。赵卓在拍卖行拍出的那幅芙蓉锦鸡图乃是伪造字画，并非前朝名家松子所作。据说此画是从您府上流出的。张大人，此事跟我们文府绝无半点关系啊，大人明察呀。
搞定。文化有限，字多点的就只能背下来这首《蒹葭》了。男儿便当，竹杖芒鞋轻胜马，一日看遍长安花。就该瓦格裹尸为国效力，光学字画算什么本事？文兄，干嘛呢？没干嘛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啊！这是我给你的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素为伊人，在水一方。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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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毛毛躁躁的？有什么事儿啊？不好了，少爷，邵大师被抓起来了，说是他有一幅盖了前朝名家出的彩绘，在拍卖行上卖了高价。不过那幅画不是前朝留下的，是近期伪造的。字画收藏本来就靠眼力鉴别，再加上那个赵大师又能说又会编，旁人打眼也很正常。不是啊，少爷，赵大师后面都招了，说那幅画是从二夫人手里拿的，叫什么？啊，《芙蓉锦鸡图》。什么？那你为何从文府出来，手上还拿着银子？那是因为文府都是土财主，我特意画了《芙蓉锦鸡图》卖给了文二夫人。先回屋再说。少爷，童小姐，你们为何如此激动啊？明阳，那幅芙蓉锦鸡图是我卖给文二夫人的。什么？童子服之前听说姨娘高价收画，他便把自己所作之画卖给姨娘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此事十有八九会牵连到童小姐啊。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赵大师可以拿到我的画，而且还私盖名章，这跟我能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能证明赵大师欺诈拍卖行业事与你无关吗？我怎么证？我会不会被抓呀？北岳城向来以画为尊，对于假画仿画向来严惩不贷。我们现在只有唯一一个办法，便是从拍卖行把画拿回来，然后销毁。那得多少钱啊？我听张捕头说了，现在拍卖行已经挂到了800两白银。啊，800两！我卖画的时候才卖了50两，这也太黑了吧！800两，这把我卖出去都不值这么多钱啊！怎么办？800两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。啊，什么办法？文锦栅，这就是你想的办法？这些檄文的赏金加起来足有1000多两，若是我们把这些案子全都给破了。哎，你真当自己是狄仁杰啊？狄仁杰是谁啊？以咱们的速度，这些通缉檄文还没有处理完，我的通缉令就挂在墙上了。怎么办呀？这是。这会不会跟赵大师有关啊？王公子，本官调查良久，那两幅伪画中的名章的确出自同一组织，可赵卓现在一口咬定他拿到字画时便已经有了名章，一切与他无关，所以便要调查清楚此画到底是谁所作吗？不错，除非赵卓开口，我们才能找到那些私造名章之人。让赵卓开口。
春风十里情归何处，谁用花季描写痴情的书，提笔落后竟更言无数。美了惆怅尽失了眉目，望庭院深深红尘几度，谁用留恋沾写相思入骨，字字句句静默相为处。最怕歌声浓重处，何泪最离离。